剪得刚好就是唱青，季风剧场由唱青冠名播出。故事情节设计太多会显得复杂，太少又很无趣。好故事就应该像唱青一样，要剪得刚刚好。唱青零添加，成分一点不多，美味一点不少。唱青酸奶邀请您观看《妻子的选择》。奥利奥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晚上就先别回家了，上我们家打打游戏，啊？这样不太好吧？你不想？走吧。喂，贾宁。喂，大宇，你在哪儿呢？怎么一直不接电话？俺妈不见了，我跟爸已经找了好几个地方了。我知道她在哪儿。我去个卫生间，你们先吃。啊。小，你少喝点酒吧，好吧？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你今天是不是心情有点欠佳呀？别喝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吧，王伟。嗯。今天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主动约男孩吃饭。我看着你带着小小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不高兴，我应该吃醋，但是我一点感觉也没有。那我先走了，你帮我跟那个小小说一声。师傅，后面这个屏幕能关吗？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我们公司联网的，这个不能。了，咱主管是吧？还真有情况。哎，高太太，您要出去吃了？哦。哎，高先生，那高太太出去吃，您支持吗？支持，当然支持了。那这样，您啊，在我们镜头面前对自己太太说几句鼓励的话。各位观众，这是我太太方糖，她的新书即将出版。
妈，回家吧。那我也要接到我女儿才能回家呀。我陪你一起等。啊，我没什么问题，但这事儿还得征得我太太同意啊。行，等我商量好了给你回复。啊，谢谢周总啊。哎，好消息啊！上次非常生活栏目在家里做采访，他们回去看了样片，非常满意。同时呢，他们台里想跟我们谈一档关于夫妻的综艺节目，你想参加吗？两个人，两份钱。我有个消息，网站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影视公司看中我的小说，想买影视版权。真的？好事儿啊。那他们愿意出多少钱？网站希望一次性买断我的版权，他觉得这样，价格能高一些。但是你这么一签，就会被网站给绑死了，这事儿你得慎重想清楚。之前我也没有想好，但是你现在不需要钱吗？我想能多挣一点，你的压力就会小一点。王娜，我的事呢，我自己会想办法，你不要因为我的事而耽误了你的事。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我写的东西。王导，谢谢你。从技术上讲，情感咨询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时机。我的意思是，这个时候推这个，会不会不太合适，齐总？这两天舆论怎么样？正面多还是负面多？一半一半。一半一半。高质量女性的那个号流量怎么样？这两天的热点，全是您的离婚事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热。你至于那么兴奋吗？双管齐下，两个号都做。维持婚姻有市场，劝人离婚也有市场。喂，唐总，您可有日子没给我打电话了。这个策划案是我们公司明年最大的项目之一，关乎于我们公司在业内的口碑和形象。你就是这么做事情交给我的吗？不好意思，裴姐。齐总约了人出去了。哦。策划案拿回去重做。好的。裴姐，是新的策划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啊，没事，不用。这个是齐总新提出的一个方案，也只是一个概念，我们自己完成就好了。好。哎呀，唐
总，你看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齐老师，来来来，喝点。哎呀，谢谢谢谢。你看，这节目就跟酒一样，都有个瓶颈。哎呦，这越着急，就越倒不出来。哎呀，您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您就别跟我谦虚了。嗨，我这可不是谦虚，我早跟他们说过，就应该请您当主咖。您一个节目爆出二三十句金句不在话下，他们不听啊。你看，现在节目的热度下来了，温了，平了，没招了，他们着急了。这不是急了才找您吗？要没您，哪有那节目呀？您肯定有招。嗨。我也不给你兜圈子了，请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站次台。行啊，找着新的嘉宾了。高佳维最近人气比以前高，你们要是把他找回来，我也没问题。我俩熟，有默契。跟他没关系，你不是离婚了吗？唐总，您有家有口的。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我哪能高攀得上啊？你是个聪明人，我的心思你肯定早猜透了。我是想请你回来做一个征婚嘉宾，压轴出场，万众瞩目，举国上下单身男子趋之若鹜啊！怎么样？再辉煌一把。唐总，您太聪明了。您让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个情感专家离婚了以后，当一个征婚嘉宾，这节目他能不爆吗？有话题呀，对吧？到时候您的公司名和利可都有了。我呢，也就是在全国的网友粉丝面前丢回脸呗。您这，这，哎呀，这是展示您的魅力，啊。乔治，唐总，但我买了，咱俩 AA 制，在你拉黑我以前，把你的那份用微信转给我就行了。别，齐老师，齐老师，钱在包里，总共100万。取大额现金需要预约，我分了好几个账户才把钱取出来，你又不肯接受汇款。后面有纸和笔，写个收条吧。手机关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排收据不排你。我们两清了，过几天我会尽快离开这里。这么着急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跟你没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走？我以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要过你的钱吧？我生怕你觉得我是因为你的钱和地位才想和你在一起。青春损失费，以前我觉得这玩意儿太可笑了。究竟什么样的关系才要用金钱来弥补？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对等的。如果你像我爱你那样爱过我，现在这些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错不止我一个人，让我自己来承担后果是不公平的。对不起，这些都是我的错。我最后一个问题，你不肯离婚，究竟是因为舍不得钱和地位，还是舍不得方糖？这一大早去哪儿了？买早餐。买早餐？你不是一向都喜欢自己做吗？想换换口味。中式的。嗯。你不都嫌中式的太油，喜欢西式的？我口味变了。试试吧。啊。娇嫩肠胃好，妈妈少担心。感谢合作伙伴和生源益生菌的大力支持。时尚自然营养品，感谢合作伙伴思维师的大力支持。最后的这位嘉宾非常特别，我也不卖关子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本人上场。奇妙去当征婚嘉宾，他们公司的人都在说。哦，运营部的小李和我说，奇妙小姐，欢迎你。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没有其他汇报的吗？高总，
现在有两家综艺要和您签约，说是要做出席嘉宾，然后合同条件都差不多了，唯独有一个道德条件的要求，就是如果那个出现了负面新闻，影响节目下架，是需要赔偿的。这是霸王条款，绝对不能答应。什么叫负面新闻？我们要是被人陷害怎么办？这叫负面新闻吗？这种风险我们绝对不能担。但是我们之前跟电视台的综艺都是这么签的，同样的条款。什么时候签的？我怎么不知道？合同谁负责？我负责的呀。我之前把合同拿给你的时候，你看完就签了。女嘉宾你好，作为一名情感专家，但是你自己却离了婚，这会不会有一点儿，怎么说呢？自相矛盾呢？所以呢，这恰恰也说明了情感有多复杂，婚姻有多难。我曾经帮助很多人解决情感上的问题，但我自己依然无法促使我的婚姻能够完美到老。所以说，在两性关系当中，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简易的方法适用于任何人。我希望我在未来的成长和学习中能够不断的进步，我也相信未来的我会更好。好，你为什么不报备啊？我合同我哪有时间一条条看？这种事情你得提前说。以前小欧在的时候从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你连他十分之一都不如。小欧，小欧，马小欧已经走了。闭嘴！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女嘉宾好像有话要说，您是不同意她的观点吗？女嘉宾有一点强势。强势吧？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女人呢像一个水壶一样，她是不会自己开的，而且呢再强势的女性，她也需要有一把火，那就看你愿不愿意烧她了，对吧？那我觉得男嘉宾就是你的恋爱观是不是可以多元一点？当然这个问题呢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判断哈。好，谢谢我们的点评嘉宾。从今天开始，所有人流量跟 KPI 挂钩，我不要求你们十万，每个人每月五万，一篇就够，超不过五万给我滚蛋。虽然我离过婚，但是我不希望因为离过婚而降低我对未来伴侣和生活的要求。在我上一段的婚姻当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会努力地修正他们。所以今天我来到情投意合，我想跟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关注我的所有和我有一样经历离过婚的女性朋友们说，希望我们未来都能够自信地过好每一天，并且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能跟我们共度余生的另一半。总，您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啊！今天真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反了，应该我谢你，表现太优秀了。上面看了现场，非常满意。你猜怎么评价的？我又不认识什么上面，我就认识您，只要别给您丢脸就行了。这热度肯定蹭蹭往上啊！如果上不去，我都不姓唐，我姓咸，哦不，姓严。有文化。高总，干嘛去啊？哎呦，姐，不好意思，没看见你。哎，听说你上那相亲节目了？嗨，瞒不住的事儿，还不如不瞒，这不挺好的吗？热搜新闻点，电视台商务团队，这都等我呢。啊，撒谎是天底下最累的事儿，这你比我明白啊。我真没想到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得出去啊。现代社会。离婚是很正常的事情，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倒是你生活得过得慎重一点了，是吧？那祝你
更上一层楼啊。李佳颖呢？不好意思，她今天请假了。李佳颖，先生，你刚弄死我了，来，出来当面弄死我呀！先生，先生，不能往里闯。哎，看到李佳颖了，别碰我！李佳颖，没事，我来看一眼。先生，李佳颖，别碰我，松开。没事没事。李佳颖呢？请假了。骗鬼呢你啊？你把藏哪儿了？如果你跟李佳颖有什么私人恩怨，请你们私底下解决。我这是公司，不是法庭。奇妙是吧？啊，我知道你，你雇了个什么样的员工，你知道吗？啊，我雇了个什么样的员工，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不需要你告诉我。行，那我今天给你好好讲讲。你奇妙，你的员工李佳颖，长期的对我进行跟踪、骚扰、纠缠，不管我在哪个公司谈合作，他全都给我搅黄了。他可以不睡觉、不吃饭，我不行。我告诉你，他心里有问题，你知道吗？啊，他脑子有问题。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有问题，你应该去报警。你不报，我替你报。他亲妹妹因为看了你的文章，得抑郁症自杀了。他来就是报复你的。大宇从来就没有说过他有个妹妹，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就是他妹妹。你该说的已经都说完了，有问题找警察，赶紧走。人不在是吧？等着，我还会来的。你出去，别碰我，我会走。哼，我告诉你，他来这上班，他就来报复你，他就搞垮你，就像搞垮我一样。别碰我，等着吧你。什么著名情感专家呀？啊，都雇了一帮什么人呢？被人害了都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就当没听见和没看见。如果让我发现有人发了朋友圈和任何一个公众媒体，马上给我走人。裴姐，来到我办公室。好。大宇有问题。真的假的？嗯，等一下，我去找裴姐八卦一下。陶总你好。啊，高总坐。奇妙火了，你知道吧？我知道，说是去您那儿做了一期的征婚嘉宾。他那番言论，热点很多，话题度十足。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一点确实是他的强项，我跟他比起来差一截呢。我当时就想啊，如果你在现场，你们俩发生碰撞，不可同日而语哦。谢谢唐总想着我，我特别感谢。您不会是想让我们俩牵个手吧？牵手就不必了。我是打算把他请回来做点评嘉宾。跟你组一对 CP， 火星撞地球，能撞出多大火花啊？还是别了。回头您又不满意，又上不了，我们又白忙活一场。哎，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亲自到这儿来，就是要给你一个保障，签在合同里，如果上不了，我赔钱。我呢？有个小小的要求，讲。这回说什么，我定。什么意思？这次的观点会和以往不一样。门禁怎么不能用呢？不好意思，是裴姐安排的。好，
你手上的三份合同，两份走到法务，一份走到财务，都转交给裴姐。还有你手上那些营销号的资源，交给公司的小白。其他的杂事你就不用管了。这个月的项目奖金、工资、报销都会照常发给你，之前说好的分红也会给你，一分都不会欠你的。你持有的公司股份，我会按照公司现在的估值回购。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继续持有，如果你愿意的话。人力拟好了你的离职合同，按照合同责任义务五五开。具体的离职流程会有人来跟你对接，还有，网管的同事会检查你的电脑，看看你是不是拷走了公司一些重要的文件，涉及到公司商业机密，如果被泄露的话，这是违法的。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这样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让裴姐送你出去。李佳颖，有话就说。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对我，而且你不用付我一分钱。最近因为我工作的失职呢，对于公司造成了一些损失，本来就是要赔偿的。这个是我们之间合同里就有的。你现在这样对我，可能已经知道真相了吧？我不管报复，只管结果。我这么对你，你都不恨我吗？我有必要把感情浪费在你这种人身上吗？我在你身边工作了这么久，你看起来是一个冷血无情、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有真感情的人，但我知道你不是。可是你的言论确实影响了很多人，导致他们误入歧途。我妹妹小雨就是其中之一。李佳颖，你今天话太多了，我不想和你解释。出去。齐总，不用管他。韩朝学见奇妙了，为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我们不是说好了各自管各自的事情吗？你要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不会有好结果的。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些人，也包括蒋宁吗？你不希望将来看到他跟你一样痛苦吧？你是在教育我吗？大鱼，你这么做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哎，老杨，你让我签的股东转让协议我已经签完了，回头公司还有一些资料什么的，我也跟你一块送过去，你帮我看看。啊，先这样。哎，你回来了。嗯，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今天唐总去公司找我去了，他想请我回情投意合，而且啊还给我提了一份非常优越的待遇。我这回啊我又得勉为其难和奇妙搭档了。哎，你知道吗？这几天奇妙摊上事儿了，他把他那最得力的助手
大雨给开了。为什么？大雨啊，有个亲妹妹，当年就是因为听信了奇妙那些关于女德的宣言，还有看了她那些文章，最后跳楼自杀了。不过想想，现在最难受的应该是奇妙。你想，她被她身边最最信任的人给出卖了，那得多难受啊！我觉得现在最难受的应该是大雨吧。也对。不过这件事儿倒是提醒了我，让我有所反思。哎，幸亏这些年来有你帮我扒着，没有让我们的公众号跟奇妙的公众号一样，只是为了一路追逐名利、流量、关注度，而忘记了真正读者的感受。其实我帮你写那些文章，也不单单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帮那些在感情上有问题的人，希望他们早点走出心理阴影。这么多年，幸亏有你啊。回来了，不是你这飞机怎么晚点这么久啊？啊？哎呀，好吃哈，你妹妹给你买的。买完了她就放这儿了，之后她出去了，出去好久了。那个，你吃完了去找找她啊。把他找回来的。哎，大雨，不忙的时候就回来吃饭，啊？如果你不管着老爸，我怕我又喝酒。我一直担心你。我走了。担什么心呢？他这不是去找小雨了吗？很快就能找回来。睡吧。好，我去关门。你在写什么呢？你不是答应回情投意合了吗？我帮你写台本。不用了，这回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下面要登场的这两位嘉宾呢，太厉害了。目前呢，他们是网上话题榜的风云人物，而且是轮流霸占榜首的位置。来，现在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请他们隆重登场。他知道大宇妹妹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触动挺深的。他的反省不像是假的。不当狼，他要当羊啊！一心向善总是好的。他这算什么？洗心革面吗？也许吧。我觉得，他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毁了你的人生。他要真想明白了，就应该第一个向你道歉。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谁也毁不了。男嘉宾你好，你刚才说你自己收入高，传统，喜欢在情感中占据主动，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表达就是因为有这些因素，所以你希望跟你在一起的女性是偏弱势？我觉得是这样，老师，我觉得女生啊，她大多数都比较感性，所以在理性上呢，我的选择可能会更准确一些。这位男嘉宾，我很欣赏你。谢谢。在两性关系中，女生往往就很感性，男生都很理性，这个是先天的差异，所以才会有一句老话叫夫唱妇随，一个拿主意，另一个跟随，总比两个人每天在家吵吵闹闹的好吧。高先生，林女士，看来您对男嘉宾真的是很欣赏。我很欣赏啊，有什么问题？按照你刚才的说法，那他找员工得了，干嘛要找女朋友呢？找员工好啊，找员工成本低，是吧，高先生？员工也可以辞职的嘛，员工也可以不高兴，更何况是你的女朋友。你别忘了，现在是女朋友，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伴随你一生的人，就是你的妻子。在恋爱，在婚姻，在爱情里面，我们寻找的不就是一种平等吗？而不是衣服，衣服是不健康的。你也说了，在爱情中，爱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谁多爱一点，谁少爱一点，难道要用计算器控制吗？如果一段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那是不是所有的爱情关系都是不健康的？正因为爱情不可控，所以在爱情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尊重和平等。你不能因为对方爱你多一点，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能因为你爱对方而失去了自己。在爱情里要做到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难，但只有做到这两点，你们俩的关系才是健康的，才是能长久的。我想问一问台上的男嘉宾，还有在场的女嘉宾，以及现场所有的观众，你们一生中遇到了无数的人，可是真正能让你动心的有几个？两个陌生人相遇到相爱，这种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对方，珍惜自己，珍惜你们的爱。把这段剪出来，赶紧放到网上去。好了。正因为爱情不可控，所以在爱情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尊重和平等。在情感中要做到这两点非常非常的难，但只有做到这两点，你们俩的关系才是健康的，才是能长久的。两个陌生人能相遇产生爱情，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所以我们要珍惜对方，珍惜自己，珍惜你们的爱。大宇，大宇，哎，你去那个季总，您叫我啊？那个，你去跟节目组要一下我的视频，也放在网上做一轮宣传。哎，
拿去备案吧。好的。嗯。你的热度就像一把锤子，凿实了公司的信心。高总，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一定不会的，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接个电话。喂，怎么了？老板，你有个和奇妙的录音，是关于马小欧的，被发到网上了，关注度非常高，感觉马上就要出事了。我把录音发给你，你赶快回来吧。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不好意思，陈总，家里面出了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回头我们再见。啊，好。高总。啊。合约不要了吗？哎，你瞧我，谢谢。你这儿风水问题大师早就说了呀，你这儿容易招烂桃花，而且烂桃花一来准怀孕。马小欧没有说是气话，他拿什么证明她怀孕了呀？我了解他，这事儿他不会骗我。你说错不错？我跟方糖想要孩子要两年了都没怀上。高总，高总，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您预约了吗，高总？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就因为我上次抢了你风头，你就这么做，至于吗？你不会以为这个是我发的吧？那天在我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你是白痴吗？哎，你是不是光长岁数不长脑子呀？你听听这内容对我有好处吗？我知道你有外遇，我还帮你劝人家把孩子给打了，这是回你还是回我呀？你转转你脑子好不好啊？那你说是谁呀？这是在你办公室录的。当然，你应该想想谁最恨你吧。当然啦。恨你的人也不止一两个，捡最恨你的想。哎，你别叫我姐，我人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找你做了搭档。别，别那个，赶紧走，赶紧走啊，走，走。哎，高先生。啊。请拿走你的污点证据。十五分钟以后，所有人到会议室等我开会。方慧，赶紧把会议室准备一下，依依、可儿，材料准备一下。哎，唐总，高小蕊，你太让我失望了。哎，唐总，你听我解释，这个事儿我马上就能处理完啊！你相信我，跟上面领导再说一下，好不好？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拜托你，唐总，您这次
您这次对我的恩情，我一定给您记下。没机会了。公司已经接到通知，节目要下架整改，我们的合同就此解除。唐总，你把我拉黑吧。唐总，再也别联系了。如柱，哎，通知法务，让他拿所有的合同，去会议室等我。好的，还有，把马飞要找出来。好。谁呀？齐总，有人来找你。我不是说了别来烦我吗？他说他是你的。他是我什么呀？你怎么来了？刚好路过，来看看你。我在网上看到了消息，你没事吧？我没事啊。哎，张总，你联系刘老师。现在上去，你对方发律师函删除了联系，马上发。好的好的，怎么样？知道了，我还在联系当中。我们现在就继续打办公室电话，必须给我联系。马上。肖浩这边，这个方案行不通啊！行不通，那就提高报价。方案怎么样？啊，做怎么样了？说话。高总，评论我们已经再删了，全都上手了，但是这个网友基数实在太大了。转移视线会不会啊？把别人的新闻顶上去，我们的就下来了。新闻已经推了，但是根本压不下。接着推。你怎么样？我们在找人帮忙，但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后，突然都不理我们了。不要停，继续给他们打电话，必须找到他们，找他们来帮忙，赶紧联系。好。都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喂，陈总，瞒着我有用吗？我自己不会看手机看微博吗？高总，我是想把事情解决了之后再跟您汇报的。我一点都不关心你的私生活，我只关心我的投资。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你的解决方案。你的解决办法呢？我一直在行动，我没有闲着。您放心，这事儿我肯定会把它压下去的。高总，下午6点之前，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把所有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否则不仅仅是撤回投资的问题，还有赔偿。陈总，陈总，到底看得怎么样？我们公司那帮法务啊，没有一个比你有能力的。你是我最相信的律师，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能不能过这坎就看你了。夏哥，你这次是真的有点难办呢。这不会让我一个人赔吧？哎，我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谁知道当初会，现在会出这种事儿？如果对方严格按照合同执行，那就得全部赔偿。你看，哎呀，合同我都看过了，我都知道。我找你来就是帮我想办法的，你一定有办法，要不然我就鱼死网破了。不是，你让我想想啊。
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一个人。谁？你太太。高家维的财务状况我已经分析完了，重点也都做了标注，发到你邮箱里。关于高家维财务的状况只是他的一部分，他一定有隐藏收入。方腾，如果他告诉你他没有钱的话，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给你的数据是不会有错的。我来找你不单是为了高家维，也不是奇妙。大宇，你最近遇到太多事情了，我觉得你需要找人聊聊。找人？找医生啊？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医生，你可以跟他聊聊，就当是个朋友聊天。我以前也找过他，对我非常有帮助，你试试好吗？好啊。老板，夏天要请长假，方姐问您批不批？他爱请多久请多久，我不想见到他。哦。我联系好医生，我在微信您。方糖，嗯，怎么了？帮我把这个交给蒋宁，越快越好。这什么？离婚协议。我不想连累他。你想好了？喂，冯导。蒋宁，我觉得大宇现在状况越来越不好，我担心他做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现在能帮他的只有你。好。我把韩潮的地址发给你，我担心他去找韩潮。好嘞。那行，我先挂了。高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公众号上的文章有多少是您亲自写的？据传说你的文章有人代写的，是吗？游戏规则你不懂吗？要死不承认，拖让他半个月。只要这件事情顺利过去了，我们还能愉快的合作。钱也拿到了，你为什么还要毁了我？你公司的大麻烦到底有没有解决方案？法庭内外，我们都要说是丈夫主动把名下所有财产全部一次性转给妻子。Thank you.